田六六擊敗人，擊敗人就係嗰位冒認他人身份嘅人，佢嘅名叫永強，我稱佢為永強。呢兩條友係最撲街嘅，因為佢哋係一係冇屋嘅，因為從來佢哋唔敢將自己屋擺上 YouTube， 即係冇屋。喺 YouTube 世界嚟講，就係冇屋。佢哋係買唔起屋，連 apartment 都買唔起。apartment 者就係 apartment，apartment 又買唔起。三唔單止買唔起，因為買係現款定叫買嘅，供啊供供唔起。點解供唔起咧？因為欠人嘅債務很多，係嘛？三佢哋就連資格都冇。冇資格嚟供樓，因為咧根本上就冇乜收入，銀行就唔肯借錢俾佢哋，所以就冇資格供。但係佢哋都租唔起屋嘅喎，如果租唔起 apartment， 因為連 apartment 同埋嘅租嘅屋咧都冇，從來冇俾人睇過嘅。但係六因此只能露宿啦，結果咧就露宿咧就當有屋。天為被，地為床，就這樣來自我安慰，就以為自己是天下無敵了，這個真是好厲害，真是很有阿 Q 精神，不得頂，阿 Q 精神，這個叫阿 Q 精神，我寫給你，阿 Q 精神。就是這兩位了，仁兄了，真是啊，一個沒用的人來的了。露宿就當有屋，天為被，地為床，正一阿 Q 精神，就是誰呢？就是田六六和永江兩位傻瓜者。